是叫爆点鱼。爆点鱼板板。爆点就很容易爆点的。爆点的鱼。是被人家剥过了吗？可能有打斗吧。你不要动我的逆鳞。他有点脖子前倾。对，脖颈前倾，驼背。还蛮灵活的哎。还有小号的，你看小号的那种。这都聚不了焦。人类看到那个白骨的时候的那种恐惧感嘛，嗯，你比如说鱼，别的鱼看到它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超级害怕的？这不是那个什么，这清道夫吗？这个颜色的我没见过，这么小的清道夫吗？我记得清道夫都是很大的耶。他们这一块就感觉像什么恐怖片的片场。哇，好大的嘴！抹香鲸确实头蛮大的。厦门抹香鲸的真实故事，相信是大家明白海洋历史的重要性。对，大宝剑。他们是做了那个过蜡处理的。嗯，你看这个质感其实跟这个质感是一样，这个好像就是真的皮肤标本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一整片皮肤，对，一整片，绝对是撞玻璃撞的。但它长得又像壁虎又像青蛙。哦，它也是恐龙鱼。啊、哦。好可怕了啦！哎，打哈欠好可爱。哎，你别说，它跟金龙鱼是有那么一点点。像金龙鱼不是有虚构鱼吗？就那个金龙鱼油啊。但是金龙鱼真的有这个真的有金龙鱼啊？真的有吗？对啊。啊，你没见过啊？没有见过。它这个形状是跟金龙鱼不像。它那个反正就是那个要更长，也是下面有两个须须。啊，你居然没见过金龙鱼？我以为那是一个品牌。那是一个品牌，但是真的有金龙鱼啊。还有红龙鱼啊，红龙、金龙、银龙。对，就银龙。咦，他要拍了，他要拍了。牛洞。他可能只是太热了。红山山，白山山。穿鞋嘞。我也真是。你居然不喜欢这个？就很像土笋。土笋洞，今天吃过了。小号的蛇宝宝。嗯。嗯，蛮可爱的呀。他叫啥来着？就这么简单，这跟他的长相不符呀，好歹来点霸气点的名字嘛。旁边好像有一个叫石吻鲟鱼，有一个鲟，但没看到。但这后面那个鼻子很长的那个是鲟鱼。哦，在这儿呢。它的鼻毛，你看这玩意儿的黄鱼的鼻毛，鼻毛，它鼻子不是在上面吗？那底下掉下来的几条不算鼻毛吗？那叫唇毛。好。下巴毛胡子没有，那也不是下巴呀。对，这嘴巴上面那就叫上巴毛。上巴是什么鬼？好像化工产品。对，没事了，眼睛过来瞅一眼。瞅什么瞅？瞅你咋地？再瞅试试，试试就试试。哦，它这个吸盘就好像我拖鞋的底。就是拖鞋底，不用怀疑，你拖鞋底就是照他们做的。睡觉中，请勿扰。哎，行了，对不起。这花纹完全就是十万。会用鞋走路吗？它的爬耶，有点可爱的。嘿嘿，太挤了吧？这住房条件，四个头。它的排风管居然会收缩，你给咳咳咳咳咳。它真的是闭着眼睛的吗？嗯。还是他眼睛，眼睛本来就这么小。眯眯眼。鲨鱼中的李荣浩。眯眼都是怪物。哦，别荡，默默的游过来。我喜欢看那种，眼不是眼，鼻子不是鼻子的那种，这种东西还行。
主要是我觉得深海的生物它有一种特别的禅意，因为它们都它不是比较慢，会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。你都没发现人家一直哦，它的鼻孔是缩的，对。好无奈呀，好热好热。